知道什么叫做青绿腰吗？青绿的白场站在武汉琴台大剧院，我们非常幸运，然而武汉人民也非常幸运，见证了我们这一次非常限量级的白场演出。昨天从刚开场的时候就感受到了那个武汉观众们的热情，然后也是非常的高兴，然后能在第一白场的时候能在湖北这个地方。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无论是你有难，其他人就顶上。我觉得这种凝聚力才能促使一个好的作品永久流传。